刚刚相反，我就是黑啊，但是没关系，我的重点不是黑，因为呢，我要承袭刚刚心仪讲的，因为我家住在一个那个医学大学附近这样，那我常常坐 Uber 回家的时候，那个司机就说，哎，小姐，你是这个医学大学的学生吗？立刻按五颗星。有这么赞的医师吗？是不是因为你坐在车上没看你穿凉鞋的关系？在车上他不要穿凉鞋，凉鞋怎么了？凉鞋怎么？年轻女生会穿凉鞋？会啊，年轻女生现在很流行。是不是这样子的凉鞋配这样的衣服？对，陈老师，我真的没看我周遭年轻。又请老师要说话。我看外表的话，真的，我觉得鞋子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指标。现在都是洋装配球鞋，您认为球鞋我 OK 啊？对啊，球鞋班长，您认为穿这样典雅的洋装应该穿什么鞋呢？我觉得这样子的长裙配这双凉鞋，感觉会有点年纪。你才有年纪吧？哎，对不起，今天是我坐这边，你坐那边。你刚不是以来宾的身份跟我讲话，你是以制作人的身份来跟我讲话。没有，我在叮咛你一次，小云姐姐是我们这一个节目的制作人，是，所以我等一下一定会把她写最年轻。年轻人就很坏，因为你要记得这点，因为我刚忘记了，所以你现在再看到我可能是三年后。我忘记这件事，你都忘记了，好年轻，好年轻，都想不到可以配只有年轻人才会配凉鞋，只有你可以，只有你可以，而且你要想。再穿高跟鞋，我就高跟鞋就190了，就190了呢。对，你真的今天就是你不管怎么样，我已经知道你大概在哪个位置。你用你的历练来看呐，我的历练，所以我没有在管你。因为像我也是，我觉得我比较吃香也是吃亏点，就是比较娃娃脸一点。但是这娃娃脸配这个身高，所以基本上不要站起来的时候，一般人通常看不太出来我到底几岁，或是我是哪个世代的这样，对啊，然后加上我喜欢穿可爱的脸，但不管几岁都是这样，就是看起来是很年轻。20岁长到现在，8年前我是八年的第一集，他也是，我也是长这样，到现在我也还是长这样。那只是发型，以前丸子以前可以绑个低马尾，还会觉得年轻。那现在就是说，连发型都要梳蝴蝶结越来越大，对，蝴蝶结，蝴蝶结好大好可爱。他5岁就在这个节目，对啊，5岁对，所以我们今年18年，18年，所以现在23，哦，对，这差不多啊，真的，同学，走一下秀，走一下秀，哎，来，小同学，一起走下秀，好了，好了，对对对，可以感受到我190的压力，不会，你可以一直，有，可以，有，后面校园走在一起的感觉，扶着校园情侣，扶着他走路，哎。小鱼，你男朋友脚不方便是不是？你还是扶着他走路。长短脚。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会有压力吗？如果是脑子转30圈，没有。如果是朋友的话还好，但如果今天是可能选女朋友，可能会比较高一点点。但是如果正常的话，我觉得这是也是 OK 的。哪里不正常？正常的话不是什么？意思就是不是女朋友的话，不是女朋友的话，我觉得你不想来，你应该讲说，无论你多高，我都会保护你。对。学起来，来，你看我们小鱼，你看，好可爱哦。小鱼手上的那个系列呢，它也是来自一个欧洲的蛮有名的饰品哦，它都是用珐琅跟艺术材的拼接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有点像，但它就是三个小怪物的造型，小怪物哦，它是一个项链，甚至它也有其他款式的这个耳环，各种不同的，你可以哇，都是小怪物，各种大，各种怪物。跟大家讲，像今年又流行，你可以用不对称的，比方说一个是可以用银色的这个小的，然后另外一边的耳朵你用大的金色的，这都是今年对比较不对称的概念。发饰手工珐琅的这种工艺呢，其实不是只有在它的戒指上，包括小云这个颈部的项链，其实也是，你看它很细致哦，就是个粉红的珠珠，然后戴着一个跟小云一样戴一个蝴蝶结，你就觉得非常的俏皮，对不对？对，那其实小云跟心仪都有一个很吃香的地方，就是他们如果坐着的时候呢，没有男生都会觉得哇，看不出来，没呀。然后呢，你还可以跟他说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小猪有心机哦，里面放药，女生想要。里面有一个小的元宝，就像猪肚锅的感觉。没有啦，就跟我觉得跟异性可以制造一些话题。哦，然后有话题啦。对，你看，
心。同一个品牌，它有珠宝盒。对，小珠宝盒很可爱。小朋友拿一下，你看这珠宝盒，打开里面有珠，有戒指，有钻石。打开如果是现金更好。打开了有一个情书。我们都太失礼了。表白，小女生就爱这种有梗的东西。有没有？有。对，情书哎。对，那像小云耳朵上的两边呢是不对称的啊，你看一边是那个爱心，然后呢另外一边是小雏菊，今年最流行的，对不对？其实它都是用手工的软性的粘土变成像陶土的感觉把它做出来的，这是台湾的品牌粘土。对，我们台湾设计师很有创意。对，那或者呢，其实今年有很多平价的珠宝哦，它都是台湾品牌，可是大家有看到这一款，它上面有 Hello Kitty 有没有？跟 Hello Kitty 联名，对，这一款也是跟 Hello Kitty 联名，这个长项链，你看戴珍珠哦，我常常跟大家讲，戴珍珠会看起来成熟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你身上一定要有其他年轻的元素去点缀搭在一起。对，比方说呢，这个除了有这个可爱的 Hello Kitty 之外呢，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巴黎铁塔。对，然后我这一款呢，粉红色之外呢，它也真的有 Hello Kitty 就在这里。shiny 哦，对，就是比较低调一点点，对。那或者是像来自摩纳哥的品牌呢，它有很有名的，就是它的这种 bling bling 的饰品，你看，像今年这种坠饰，它都可以拆下来，跟其他的东西做组装，可以跟其他饰品搭在一起。比方说，你看彩虹，它本来就是一组的哦。它这两个是一组的，所以你可以把这个爱心呢放到这上面去，它就会变成不一样的感觉。对，又或者是像这一款，我也觉得很美。你看下面有一个暖色调的 love， 然后呢上面有各种不同彩度的小小的爱心，所以可爱风不再是装年轻，是本来就会让你变年轻，本来就年轻。